嗨，各位，今天呢，我要跟安娜一起去，Melrose 的那个 flea market， 然后她跟她朋友在那里摆摊，然后去帮帮忙，是就是也没有什么很多忙，其实就玩一下。对，今天还蛮早的，现在是8点多。这几天都还有点冷，所以我穿的很多，然后想到会一直在室外嘛，所以。就穿多了一点。嗨，我们现在到这个摆摊的地方。So hi. Wait, what? It's like a cool thing. I think I heard. 广告，比划比划。这些罐子是干嘛的？是新丝线，但是我做了好几种不同的，反正有 gold rope, silver rope chain。然后还有 snake chain， 这些摆桌上了。然后那太阳怎么打？太阳。安娜。他不出来。What you doing at work？ 啊。我们现在准备出去一个地方看一个夜景，打招呼。我们在爬路，什么意思啊？那还不是得你自己走。天哪！哇，天哪！啊，哇，我有点害怕，但是也太怕了。Yeah, I can build your castle high on a hill. What? I can make. Hello, Mel.I can make fields of roses bloom out of spring. Yeah, I can take you to Paris or Italy. All I have is my heart for your heart to keep. All my love for your love to meetGrant you any wish, but I'll do the dishes and hold you closer to me. Wait, what? How do you know that? Alias presently reading a book about mountain colleges, so there is a way for me to get into mountain college. An exceptional student application that sounds a lot like me. Perhaps exceptional.That's an emotion. It feels so exciting. No. 有啊。啊，好烦啊！我真的不喜欢这个地方。我们的工作午餐是七人份的 family size, large family size. 不错呢。中国有那个吗？我反正没在中国吃过。我也没在中国吃过。前两天我把我这个架子涂成白色了，因为它本身是黑色。其实老早就想把它涂白，但是，就是一直懒得弄。但是我确实觉得涂完之后变好看很多，但是我还没有完全涂完，就还有地方需要多涂几层，所以我现在要继续。我刚刚拍了个抖音视频，然后。
在比较晚了，准备洗漱睡觉了。把头发绑起来，卸妆膏还有这个 Kim Chu 的。这个 Mario Badescu 的玫瑰喷雾 ，Derma E 的面霜。最近呢，我新入了这个洁碧的冲牙器，然后其实我之前也一直有在用这个牌子，然后是这一款，但是它这个橡胶圈被我给弄不见了，也用了两年了，所以干脆就换了个新的。然后洁碧这个牌子其实就是发明冲牙器的。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然后在美国的市场占据96%。像我爸妈他们也在用，这个牌子是那种大的家庭版的，也叫水牙线嘛，就是用来冲洗牙缝里的脏东西。因为像在刷牙的时候，其实也不能完全清洁到牙缝里面，而且这个比起普通的牙线来说，也不容易伤到牙龈，导致牙龈出血，所以每天用它一次还是蛮有必要的。水流的冲洗呢，还比同类产品效果要好很多，它可以深度清洁到牙齿的牙缝、牙龈下后牙以及智齿，还可以清除牙菌斑，保持口气的清新。这款它有配很多不同的这种喷头，它还有专门给就是戴牙套或者说有植牙的人群设计的。因为你们如果就是有戴牙套的话，也知道就是牙套会就是比一般牙齿要藏更多的细菌啊、污垢啊什么的。这款它还是防水的，就可以放在浴室你洗澡的时候用，这样也更加节省时间。先把这边打开，然后灌上水。就是档位记忆的功能，所以按一下这个开关就可以直接开始用了。它有三个档位，我是觉得低档就很够用。然后把这个头对准牙缝，然后再按开关，然后俯下身子，让冲出来水流到水池就可以了。就好了。其实我经常刷完牙之后还能冲出挺多残渣的，我用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温和，不会有牙龈出血的现象。口腔健康真的是挺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好好的保护牙齿，不然老了真的啥都吃不了，就挺痛苦的。先睡前我准备来看点东西，然后最近在看那个韩国的综艺 Friends， 就是之前那个Heart Signal 心动的信号的那些嘉宾又就是回来，然后一起玩着，还蛮好看的。Hello， 今天我和安南来运动。哟，我好冷，好热，好惨啊！叫什么因为现在是对，现在是疫情嘛，所以就是室外会比较通风。还有猫，野猫。哇，这有清洁喷雾是用来擦上面的细菌的。用力踢，再两个，90度就好了。踢，你没有完全摆回来，哎，危险，你没有完全摆回来。怎么摆回来？你看左边的没有趴好。我跟安娜现在在外面吃东西。因为他点了鸡爪还没有上来，热乎乎的蒸蛋，哇哦！看到的烟吗？哇哇，有，超美味，我就喜欢蒸蛋，鸡爪爪。那你在家做什么？这都不需要手抄的，肚子很嫩。
今天早上呢，我陪安娜去了一趟她工作的事情，然后现在我回到家，准备做一下我自己的工作。然后今天的任务写脚本，然后剪视频这样。我刚刚忙完之后睡了一会儿，可能我昨天晚上实在是太少了，困死我了。然后我从4点睡到了8点，然后现在我醒来特别饿。其实我本来还没有要醒来，就是那种你知道，有时候白天睡觉的话，就醒不过来。就现在外面天已经黑了 ，anyways， 但是我是听到邻居，轰的一下关门，才把我拉回来。然后做了超多梦，不过在梦里去旅游了，还是蛮开心的。我先来做一个晚餐吧，饿死我了。我准备做墨西哥的 fajita， 然后把它做成沙拉吧，这样健康一点。OK， 开始。先吃一根香蕉，实在太饿了。而且我头发也好乱，我看起来好像个疯女人。擦一下上面的水分，再撒上这个 fajita seasoning。好了，做好啦，底下是一些生菜跟西红柿。本唱的流行歌曲，给自己的歌，给总统。队长选择队员的环节。今天呢，我的工作是拍一个视频，就在家里整理整理工作什么的。我这两天在用这个丸子新选的水跟乳，我感觉还蛮好的，但是我再多用一点，如果觉得好的话，在微博上面再跟大家分享。Wherever you go.